因为往后雷阵雨，石门水库蓄水量是比起六月份的时阵增加907万吨，目前供水已经稳定。未来一礼拜也是往后雷阵雨，有个蓄水量个会增加。天气热有够芳，好佳哉！最近中昼过后，雷阵雨都未散，一直回水库补水。西义石门水库蓄水量达到7689万吨，蓄水率升高到37.5%，用水接近四成。不过，常常来水库运动的民众，看到水情也是感觉真烦恼。所以今年是比较少一点啦，往去年的话比现在要多。去年这个时间差不多要快要满水量了，应该没在这里比较好。嗯，那就是水还是不太够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看那个水都，我们之前来的时候水都很满了，现在最近一直下雨，希望下到这里比较好。因为中昼过后雷阵雨，北水分署表示，仅最近一礼拜外集水差不多2068万吨，蓄水率增加超过5%。目前各种的用水情形拢是稳定正常，尤其甲农田水利署桃园石门管理处合作之下，以及调做抽水机的灌溉也真顺利。6月21到6月30这一段啊，石门水库集水区的累计降雨有106厘米，那这段时间的水库入流量也有达到2680万吨。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，未来一礼拜依然有中昼过后雷阵雨，石门水库有希望再补水。北水分署表示，会密切注意气象资讯，也甲各供水单位做好调节管理，确保地区供水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